我由小学开始已经加入红十字会的制服队伍噶啦。人道教援室是我六七年前加入的一个队伍嚟嘅。我觉得红十字会的义工咧，佢哋系周身刀嘅，因为佢哋嚟自唔同嘅背景啦，有唔同嘅技能啦。尤其是而家喺一个好多变化嘅时代里面咧，迎合住唔同嘅社会需要咧，我哋系需要一啲唔同背景嘅人嘅。好似人道教研室里面嘅义工咁样啦，佢哋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好似佢哋会有教师啦，有啲系社工啦，佢哋会用佢哋唔同嘅专长喺我哋人道教研室里面筹办一啲唔同嘅活动嘅，例如一啲网上面嘅小测试啦，一啲体验活动啦，令到我哋条 team 里面嘅活动更加多元化嘅。我知道今年是香港红十字会的70周年，我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来做义工，一起推广人道教育。